520马上就到了，在新的赖清德总统即将就职成立的新政府跟新民意新国会即将为国人在未来的四年展开一个全新的一个政治的形态，还是在走回过去斗争的老路，我们端看赖清德总统有没有决心把过去八年中央政府所有的贪污腐败能够做一个彻底的清理。而在民进党过去不断强调的国会改革无法，会在这个礼拜五5月17号的院会来正式三读。今天国民党在这里从此时此刻正式在议场前面来排队，就是基于我们国会的民主照制度走，在这里排队，希望礼拜五的议事能够完全按照所有新民意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所提出来的相关法案，能够一个一案一案的来讨论，来回应广大的民意，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政府，一个洗心革面的新的政治形态，能够把所有的贪污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让国会有权，人民有能，能够把所有的过去的这些阴暗面能够让阳光照进国会，让我们的政府能够更加的清廉，更加的能够为人民做好所有服务的工作。今天开始，国民党在这里不分昼夜在这里排班，就是希望民主的花朵能够在5月20号能够正式的来开放，因为5月17号必须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无法，才能够让真正人民的权利能够进入国会，能够监督贪赃枉法的政府。我们今天不畏艰难，所有的国民党立委都会在这里餐风露宿，就是一直到5月17号礼拜五院会开门之前，我们要把所有该回应民意的提案把它排入议程。我们也再次的呼吁赖清德总统，新的国会新的政府是要大家好好的把所有的不法的事情一一的把它纠结出来，让所有人民能够了解清楚，还是民进党用过去武斗的方式来展现蛮横的一面？赖清德总统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新政府，让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看到赖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从5月17号这个礼拜五，就会让全国全世界的国人看到今天民进党有没有洗心革命的决心。我们在这里拭目以待，但是国民党回应所有广大的民意，就在这里依照民主的制度跟程序，我们全面依法来进行。我们也呼吁民进党要好好的遵守国会的议事规则，做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必须好好尊重在野党所提出的相关的建言，好好把国会健全起来，这才是百姓人民国家之福。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宣誓，我们一起来为台湾加油，为国会改革加油。国民党所有的委员团结一心，不辞劳苦，回应民意，坚决奋战到底，在这里回应民意。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国家加油，一起为我们人民加油，一起为我们新国会加油。我们一起来，国会改革加油，国会改革加油，国会改革加油，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中华民国加油，中华民国加油，立法院加油，立法院加油，立法院加油。来，孟奎。我想跟各位所有的媒体朋友来报告，
我们这个昨天已经通过程序委员会，这个礼拜五院会讨论事项，前三案就是我们是所有国人都所关心的国会改革相关法案，因此我们确保国会在礼拜五的议事顺畅，我们从即刻起在议场门口，国民党团的委员轮流排班守住议场门口，我们会在礼拜五早上7点第一个送提案，要求当天就是依照程序委员会所通过的议程来做一个进行，避免民进党恶意的用暗海战术或是冗长发言来杯葛议程。我想这第一个，我们按照议事规则，合乎议事规则，我们做文工，我们也确保民进党不要用恶意的暗海策略来阻挠国会改革的进行。第二，我们要诚挚的呼吁民进党团，我们已经有听闻民进党团有可能当家还闹事，当天不排除他们要霸占主席台，但是民进党现在身为执政党，如果还想跟民意作对，如果不愿意面对国会改革，如果不愿意面对多数国人都期待的国会改革，要用这种恶意的国会暴力来去杯葛议事，我们也绝对会奉陪，但我们要告诉这一些都是被迫，我们要的是能够在5月17号好好的逐条逐案讨论，并且以表决来做后续整体的发展。所以在这一个立场上面，我们先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一切按照议事规则，但如果有人恶意要用暴力手段的话，那我们也不会退让，我们要告诉所有国人，在国会改革的立场上面，我们坚定站稳，但是民进党党团当家要不要闹事，国人都在看，我想这一点是我们也要先把话说在前面。最后，我们在这个轮班期间也都会持续的把我们的理念诉求透过直播以及我们随时记者会，让所有的媒体朋友以及国人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不管是立院职权行使法，不管是刑法，不管是相互的国会改革的法案，都是经过委员会3次公听会以及非常严密的审查来去送出委员会，当中还经历过民进党团44次的散会动议，我们才逐条的送出委员会，所以这些版本都是大家能够社会大众有高度的共识，并且也经过委员会朝野协商，完全的完成了所有的立法程序，礼拜五院会就是来进行最后的表决。所以民进党团好好思考，是要跟民意站在对立面，还是听不到新民意的产生，或者是说要来一场5月17真真正正的按照议事规则来走，我想国人也都在看，这是我们国民党团今天所有人，包括总召、书记长、首席副书记长以及我们党团的所有成员，大家兄弟姐妹站出来，要跟社会大众以及跟民进党团以及跟台湾2350万人共同来报告的事项。好，我想从这一刻起，我们国民党党团一定展现我们的决心，我们要推动国会改革无法，让我们的阳光射进我们的国会。我想过去8年来，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这些弊案唯有透过我们立法院成立听证调查权，以及成立我们的各项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法案，才能够让这些官员无所遁形。尤其官员的藐视国会，可以说对国会是非常大的侮辱，所以我们必须让阳光来射进我们的国会，让我们的国会能够更透明、更公开，也让我们的新民意大家共
共同来监督我们的政府，让这些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弊案都能够一一的现行。那我们要呼吁民进党，我们这一次的国会改革无法绝对是符合我们的宪政、符合我们的宪法的相关的规定，绝对没有如他们所说的违宪这样子的啊一个情形存在。所以我们也希望民进党能够啊，为了我们啊国家的进步，为了我们社会啊的一个秩序，大家共同为国家更好，为社会更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国会改革无法在啊后天星期五能够顺利的完成三读。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这样子我们手牵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